哎，大家好，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香水。其实各位你要了解哈，你只要想要旺桃花，其实呢，香水呢，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哈。因为呢，香水呢，然后你在喷在你身上，那它是可以呢引起对方的一个兴趣的哈，而且呢，在无形中，因为引起对方的兴趣，所以呢，你的桃花就会比较旺啊。所以我们都会知道啊，哎呦。妈臭臭的，你喜欢臭吗？当然不喜欢臭嘛，因为臭会把桃花赶跑嘛。所以你去看那一些运动员哈，为什么运动员，他桃花那么旺？因为他们在运动的当下，他流的那个汗是不会臭的。那一种呢，就是跟香水一样，它会吸引异性桃花哦。可是呢，只要过一阵子，他开始在发臭的时候，哎呀妈，你就会离他很远的。所以呢，香是促进桃花的一种现象，那你就可以呢，适当的在身上呢，用一些香水，让自己的桃花会比较旺。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，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大家帮我按赞、关注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有最新的影片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。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，拜拜。